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正式进入第一讲的部分。在第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谈的是静电学的内容。那么这里面呢，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是电荷跟电场的概念，对各位的介绍。所以呢，在第一节里面呢，我们现在谈一谈生活中的电，让我们从问题开始来思考。所以我们先从几个问题开始：生活中哪里可以看到电呢？还有，我们看得到电荷吗？或者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电场的影响吗？所以呢，在一开始，我先邀请各位来线上呢填写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中到底哪里可以看到电？请各位凭着自己的生活印象，凭着自己的想象，尽量填生活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电。那么，我想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呢，会提到的电的现象呢，可能是譬如说像闪电，这个呢，自古及之是最明显可见的电现象之一。不过呢，古时候并不觉得这个是电现象，古时候觉得呢，闪电是天神在发怒，要惩罚世界，所以这件事情是电现象的确认呢，事实上是到后面才确认。我们待会跟各位介绍是谁确认了闪电其实是个电现象。那么另外呢，在生活中间常常会看到的电的现象呢，是很多静电的现象，譬如说像是在干燥寒冷的天气呢，你常常会有，如果用手去开门。或是碰到其他金属物品的时候，你会有触电的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伴随"啪吱"一声的声响，或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手指的尖端会有一个小小的光点冒出来。那么还包括在冷天气的时候呢，你脱毛衣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哔哔叭叭的声音。如果在暗房间里面脱毛衣的话呢，还可以看到蓝白色的光点冒出来。那么另外呢，有些尤其是头发长的人呢，你在梳头发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看到头发被梳子吸起来。那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呢，是像右边这张照片，是一个小朋友溜滑梯下来的时候呢，因为他跟溜滑梯之间的摩擦呢，造成这个小朋友身上呢跟溜滑梯带来一个不同的电荷，所以当他滑下来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就被溜滑梯给吸起来，这个算是一个非常极端特殊的一个现象。那除了刚刚这些静电的现象之外呢，早在古希腊时代呢，人们就发现摩擦琥珀就可以吸起来细小的物品。我们在这边呢，请助教用一个示范实验来为各位介绍这个现象。摩擦起电。那我们现在这边准备一个 PVC 水管和一块棉布，然后我们进行摩擦。然后我们现在将 PVC 水管靠近桌上的纸片，你看到由于它上面带有静电，可以吸引纸片。那在古希腊的时代呢，泰勒斯，这是古希腊一位哲学家，他就猜测摩擦是使得琥珀磁性化，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呢就知道所谓的磁性物质磁铁这样的东西呢可以吸起东西来，所以他那时候的猜测是，这个摩擦琥珀造成的现象呢是使琥珀产生磁性，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所有的科学永远都始于观察跟猜测，所以呢这是最早对于这个摩擦产生静电的一个猜测，认为它是产生了磁性。那么同样的事情呢，在东方，在中国呢，也有人记载。在东汉时代呢，王充记载了《磁石引针琥珀十戒》，那么呢，他就记载了磁性跟这个所谓的摩擦琥珀可以吸引小物体的这个现象呢，都记载下来。那但是呢，在中国这端的猜测呢是。这个是阴阳两气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认为磁石会吸针是一个阴一个阳，琥珀会实践也是一个阴一个阳，所以他们互相吸引。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原始的猜测，只是呢，在中国来说，这个猜测呢影响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一直到后来的宋朝、后来的明朝，大家仍然沿用这个阴阳两气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没有对于电的现象有更进一步的理解。那么除了刚刚讲到这些事情之外呢，在现代生活中呢，可以说几乎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电。
譬如说电话、电视、电脑、电灯、电冰箱、电暖炉、电热水器等等等等等等等，竹繁不及被宰，有非常非常多你生活周围的东西都是用电开头的，因为他们都要用到电。可以说，现在生活呢，实在是跟电已经完全脱离不了关系，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子的。那么，除了刚刚这些很容易看到电的现象之外呢，还有一些可能各位举例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想到的，平常也不容易看到，但是常常在发生的电的现象，譬如说，每个人的身体内部呢，事实上都靠电信号来维持正常的运作。这个电信号呢，包括了神经，包括了肌肉产生的电信号。那么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呢，是电鳗，它的身上呢也能够产生超过1000伏的高压的信号，这是可以把人电死的高压。那另外一个比较不容易想到的信号呢，另外一个比较不容易想到的电的现象呢，是所谓的圣埃尔摩尔之火。那么这个是一个在航海的时候可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它是在风雨中呢，古代的水手呢就记录过在桅杆上呢会出现蓝色的闪光。那么这个在古罗马时代就有记录下来，在《白鲸记》里面也有提到过。那包括在达尔文出航的时候呢，他有记录过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过如果各位没有出海的经验的话呢，可能就不太会看到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扩展自己的生活经验呢，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你有不同的观察，才能够引起你想到不同的理论。这整个概念呢，从刚刚那个一路下来呢，可以看到生活中有很多跟电有关的现象。那么物理学，整个物理学在努力的方向呢，基本上一直都是在为不同的观察现象，猜测出背后有没有共通的道理来。譬如说，刚刚前述这些我们讲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电的现象，各位可以讲出背后共通的道理来吗？这个共通的道理就是我们后面的章节要跟各位分享的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有许多经验跟现象的记录，还有收集。譬如说，像刚刚东汉王充呢，他有记录下来这些现象。不过呢，对于这些现象背后的解释，却比较缺乏一种追根究底，还有对于一个共通理论的一个追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中国文化里面呢，比较不擅长运用符号。于是定量的数学计算也相对的缺乏，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环节，使得理论不太容易累积下来。所以呢，目前我们对于物理学很多的理解呢，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概念呢，然后再回过头来解释从前我们就已经观察到的现象。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看得到电荷吗？电荷呢，它基本上可以说是物质的一种基本性质，就像质量一样。可是它基本上看不见，你也摸不到，所以好像很难研究。那生活中的有没有办法看到电荷呢？事实上，我们刚刚讲的很多静电的现象，譬如说你手去摸门把被电到，这个呢就是一个电荷的交互作用。一般来说，我们只能透过交互作用感受到电荷，我们看不到一个电荷。而科学家呢发明仪器呢的意义呢，就是把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呢，转化成因为交互作用的关系而看得到的读值，譬如像电流计，它就是把看不到的电流呢转化成看得到的读值。那么到底电荷有几种呢？这个我们在下一节呢会来讨论这个内容。然后再稍晚一点呢，我们还会提到说，在科学史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验，是量测最小电荷的单位到底是多小。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是电场，我们到底感受得到还是感受不到电场呢？电场感觉起来好像是比电荷更神奇的一个物理概念，电荷还可以想象说是一个小小东西带着电，但电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这样子想象，它场有点像是因为有一个电荷存在，而在这个电荷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那么呢，我们也邀请助教呢做一个示范实验呢，让各位看一下一个电荷周围它的势力范围有多大，也就是电场的一个势力范围。我们现在要来看电场跟距离的关系。我们现在有一颗起电机，先让上面的金属球带电，那在空间中就会有一个电场的分布。现在我的手上拿着一个宝丽龙球，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距离下，它是垂直往下的，几乎没有受电场的影响。可是当我把这个宝丽龙球慢慢的移向这个金属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受到电场的吸引，所以有一个角度的偏移。当距离越来越近，
这角度就越来越大。这表示电场会随着距离变小而快速的成长。但是一般来说呢，人是感受不到电场的，可是动物可以感受得到吗？目前有一些研究报告指出，鲨鱼好像可以感受到电场，大黄蜂好像可以感受到电场，所以我把一些相关的连结贴在这个地方，邀请各位自己上网去看看最新的研究的结果。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随堂测验，是请问下列哪一个现象不属于电的现象？那这个部分呢，是邀请各位在网络上回答，也可以顺便测验一下对于刚刚这个诊断的内容的一个内容的理解。那在整个测验的最后呢，我有一个题外话，就是想跟各位聊一聊刚刚说的，我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各个面向都充满了电，这个事情到底对我们来说是好还是不好？我引用一位台湾歌手的一首歌里面一句话，他说：“现代化到底是有啥路用？”就是现代化到底有什么用的意思？现代化整个方向似乎是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往这个方向而去。所以我们在食衣住行，包括像现在的娱乐，各个方面呢，都是往越来越便利的方向前进。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电器越来越多。可是，让我们回头想想这个问题：便利的意思是越来越少动的意思。譬如说，像是刚刚讲的食衣住行，住就是像电梯，衣就是像洗衣机，这些都是让各位能够越来越简单完成原本需要花很长时间或是很大劳力来做的事情。但是这样越来越少动，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正确的发展的方向吗？就是追求便利是最关键的事情吗？而另外一个方面是，这些便利基本上都是借由消耗更多地球资源换来的。这个消耗地球资源使我们越来越少动，整个大方向真的是正确的吗？这个是我希望邀请各位在这一节的最后稍微思考一下的问题。